几位老师，贺老师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很年轻，很向上，很振奋的感觉。我看完了这一段舞蹈啊，我感觉的特别的兴奋，也非常的欣慰啊。我们相声队伍当中有这么一批年轻、精力旺盛又时尚的一批年轻人，我们不愁后继无人，非常好。谢谢施先生，哪位老师？我觉得德云社以业为主，多种经营啊，这个体操队非常的出色，所以在这儿也是那大姐，您唱的非常好，您这跟他们分成一组，哎呀，可惜了，谢谢谢谢谢谢那位老师啊，那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请三号选手也站在舞台上来，有请贾奶奶，来来来。那么接下来双方要有一个才艺展示，想问一下您准备的什么？一段快板，武松打虎。由我跟我的孙子，我们艺术团最小的小演员王晨宇闪亮登场。祖孙两个人一起表演，我来问一下你们四位啊，你们还准备了什么才艺接着展示？打着快板唱歌。好，到底谁更好一些？来，我们拭目以待。哎，这个竹板那么一打呀，哎，别的咱不说，说一说武松打虎武二哥。话说那么一天呢，武松的曹家伙，他直奔了景阳岗，他心里乐呵呵。要说打虎，还是让武二哥，俺打了虎出了名是天下传说。可是没走那几里路啊，他心里就暗琢磨，这山上的老虎他到底多大个？他是公还是母？他是高还是矬？他是一个是两个还是一大窝？他一个还好办呢，我跟他能比划，他要是上来七八个，那个我可打不过。孙子撤。哎，奶奶不能撤，够人家没名了。爷，你是要名不要命了？你让我去玩老命啊。奶奶你别发火啊，你听我跟你说，你练点这个真功夫保准差不多。嘛真功夫？李小龙的双截棍子最是真功夫，你吃点苦下点功，保准能成功。我说这真灵通啊，他让我练真功，我试试这双截棍，我看看中不中。孙子听你的，咱们操练起来。哎呀，奶奶老虎不能打了。怎么不能打了哟？老虎现在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，打了咱就违法了。哎呀，奶奶把这茬给忘了，老虎不能打。那咱也上山去干啥去啊？咱专销那打虎的。是，走。妹妹你坐船头，哥哥咱上走，恩恩爱爱前生荡悠悠。小妹妹我坐船头，哥哥你在岸上走，我俩的情我俩的爱在前生上荡悠悠荡悠悠，一步一叩首，没有别的祈求，只盼拉着我妹妹的手啊，跟你并肩走。妹妹你坐船头，哥哥在岸上走，嘿嘿，恩恩爱爱前生荡悠悠。
走了，走吧，走。哎，这个过程当中，这个非常的有意思啊。这边是祖孙二人用各种方言演唱了《天津快板》啊，然后这边是弟兄四人用各种乐器啊，也不知唱的是什么啊，但是他们很开心啊。来问一下我们的三位裁判老师，郭老师，我拦您一句，哎，这个刚才上来这个小孩呢，他这个身份是非比寻常哦，有什么特殊吗？有这么一个小视频，大家看过之后能够对他有一个更深的了解哦。那咱们看一下 VCR， 拭目以待，看一看。我有没有发哥的气派？大家好，我叫王晨宇，今年11岁了，我学过3年的武术，还学过3年的快板，3年的评书，我知道郭德纲老师，并且很喜欢他，这一奖牌都是我的，这个是我参加辽宁省少儿体育大赛获得的3等奖。心情一下沉痛起来，没错，没想到啊，王晨宇还有这么一个坎坷的故事啊！来，往前来，孩子，站这儿来，来，啊，非常可爱，刚才在台上表演的非常好，我没有想到，这之后有这么多的故事啊！我们不了解当初父母是因为什么原因分开的，希望他们能够看到孩子说的这几句话，家庭的温暖对孩子成长是非常有必要的啊！文艺兵这个事儿倒好办啊。把病治好了，身体健康了，我们愿意帮助你啊，实现你的梦想。在这儿呢，我们也代表辽宁卫视有话好好说栏目组，送去我们的一份爱心，希望你健康快乐。看完刚才这个 VCR 呢，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，就是孩子的爷爷。正巧今天呢，这位老先生也来到了咱们。谢谢，小朋友从小学艺学的是评书，那么今天现场呢，想要展示一下，来，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，欢迎。